电动辅助自行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南部向前行，电动自行车不能在行人穿越道上行驶哦。东部报道，我的车有审验合格标章。中部已经准备好了，骑电动自行车也要两段式左转才安全哦。北部准备好了，一定要遵守标志与标线来行驶哦。骑电动自行车我们都准备好了，那你们呢？合格标章有保障，遵守标志再上路。